酒仰大名是，刘老师谢谢，谢谢谢谢，我泡茶。好，你泡茶。哦，来泡茶。男的，你来泡。嗯。Daryl， and this is Rick， 对，他是他的助手。啊，我都非常感谢。他就是全程派的，准备放在他们那个 Forty TV， 他们有个电视的那个网上的电视站，会发表一些信息。 先恭喜你，要大龙利啊，主要是要人气，就是专业的客商，嗯，buyer要能买，嗯，这个比较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对，所以我今年我庆幸的是，我的买家来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，哎，我觉得所有方面都有进步。 这个买家也多了，奖项也多了，哎，会不会今年茶具多了好多？茶具啊，未来我觉得茶具跟包装，还有台湾的厂，慢慢是可能比较容易增长，然后品牌企业要等到这个展览会稍微很成熟以后，茶农他们都是很努力在做，嗯，也可能是他们面对有很多困难。 就是在竞争上出现的困难，嗯，所以我们这次的论坛那个题目刚刚好切中他们那个需要，嗯，所以大部分问我们厂怎么做像一点啊，我的厂怎么做这个好一点啊，我们都是这类的问题，嗯，所以这个还是很有作用。 那个，我的茅台不是有两种吗？嗯。那白色的那种，那个小瓶的嘛。嗯嗯。还有那种，那个就是四方的那种，大一点的，那个叫做金奖茅台。嗯。小瓶的帮我拿两瓶，大的给我拿两瓶。好。嗯。到时候我要送你两个老茅台，送给他们那个飞天的那个茅台。 他带了一瓶很好的酒给你，是吧？白兰地。哦，白兰地。但是这个白兰地外面买不到的。哦。因为所有做品牌的那个白兰地，都是拼配的。拼配。但是他那个做红酒的方法。嗯。他72年就买了，买了一桶买一桶白，等桶买下来。嗯。等桶买下来，拿到英国去收藏。 啊，传到90年代在放平。啊，比如，他做酒的吗？有可能。Introduce。哦，这个，这是他的品牌吗？他品牌对。哦，这个酒白宫也用。白宫也用，因为它是。 有年份的，嗯，它是金鹿油嘛，金鹿XO也很多嘛，嗯，但是呢，他们都是拼配的，它就是不拼配。嗯，1972年的，92年在英国庄园，嗯，有专门的一种运作方法。This is his birthday。我要你生日的，你1972年的。那我1968。68。 Yes, 68. 60. Yeah. Oh, no. 1968. 1968. No. 1968. 他很年轻啊。他年龄大概比1972年。He is a very good tennis player. Yeah. Exercise every day. 对。我现在打高尔夫。哇。喜欢上打高尔夫。 Now shift to golf. Next year I have to bring 1968. 他说明年大概89年给你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很想去美国，他在加州嘛。你来啊。我们去参观他的庄园。你11月有没有空啊？11月。11月哈。11月。我在那边搞展了。是不是啊？我在说。11月几号？我15号过去。15号过去。待到那个感恩节，就是29号。
两个礼拜，就是在加州那个 Napa Valley 那边活动，是吧？有空一起来玩。